点咖啡提提神，但是又不想喝奶太多的拿铁，其实还有这种点法。点黑咖啡都可以加一点牛奶吗？可以加一点牛奶啊。如果你是美式的话，可以加到三分。一杯110元的美式咖啡可以免费加三分鲜奶，精选咖啡可以加两分，就不用花135元点 latte。没有涨价。对，就是没有说你要另外加牛奶，要加钱。店员还会帮客人打奶泡，乍看还以为拿到奶多多的拿铁咖啡。隐藏版的点法从未出现在菜单上，恐怕要内行人才懂门道。而这间全台连锁的手摇茶店，其实也有隐藏版的鲜奶珍珠，整杯鲜奶不加一滴茶，搭配珍珠一杯卖70元，虽然贵桑桑，但消费者觉得新奇，喝的人也不少。这个蜂蜜普洱鲜奶茶名称超市常用，好搭的，不在电脑里面，也不在菜单上面。而另一间茶饮店的隐藏版珍珠蜂蜜鲜奶普洱，因为网络爆红热销，结果业者干脆纳入菜单，从此这一位成了店家主打招牌。开在高雄补习街附近的茶饮店老板手中这一杯血汗奶茶，同样也是隐藏版。老板，你有没有血汗奶茶？我说什么是血汗奶茶？我说不管，老板就是帮我泡个血汗奶茶出来。原来老板被学生下战帖，灵机应变，特调加了桑葚、草莓果酱的鲜奶茶，在学生街口耳相传。血汗奶，你要点血汗奶茶？这不是没有出现在菜单上面吗？就是看到蛮多学校的同学也都在喝的，高中生慕名而来，专点菜单上没有的这一杯。老板说，就靠学生间的传播效应，短短一天卖出十几杯。其实隐藏版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够神秘，吸引顾客争相打听，无形间帮店家打了免费广告，也让喝饮料多了一层乐趣。记者纪博士杜韵杰高雄报道。